之35年开幕战，30日在台北大巨蛋正式开打，进入大巨蛋元年，由去年冠军魏全龙迎战乐天桃园，魏全龙以3-2力克乐天桃园拿下首胜，也是李多惠与林湘转队魏全龙后首度合体。当天乐天啦啦队队长蓝蓝也现身大巨蛋，还带上神秘应援物，关心李多惠，展现好感情。蓝蓝也来了，蓝蓝带了多惠的大头哎、欸！来关心一下我们家孩子在这边守着好不好？我觉得啦啦队真的是他的天职，他真的是与生俱来就是要当啦啦队。那你看到他的应援，你觉得呢？就是看他跳别队的应援，很可爱啊！我完全是姨母笑哎、欸，我全程也在姨母笑，因为我觉得。更分享看到林湘觉得不太习惯，但大方的态度已经圈粉无数，他两三年了就觉得有点不习惯看他当小龙女的样子，就因为湘我们是从他以前刚进来到现在，所以就 有一种感觉，其实真的蛮不习惯，但是看到他也是把应援背得这么清楚，我们也很欣慰。